我们目前在那个道哈，那我们现在是来到 3.3K 的登山口哈，我们今天要来走六龟警备道哈，那我们是请接驳车直接就开进来了哈，所以就会少走了这一段林道哈，那待会我们要往右边的方向哈，我们要上那个建富山。这边有一段比较陡的爬升哈，有些树根太小的是假的哦，粗的哦，抓粗一点的。喂，雨穿比较大。就是刚刚有经过一段爬升哈，那爬升到能线上面之后，目前就在能线的路径往建富山的方向走哈，那路径都算蛮明显的了哈。步道旁边有刚长出来的水晶兰哈，它都长在这种落叶比较多的地方哈。那目前能线上面是有一点上上下下哈，可是那个坡度没有很大哈。那沿路上的路条也算蛮多的哈。目前在岱景分前所哈，那离建富山还有一段哈，我们在这里小休一下，那继续再往前走。那它这里没什么遗迹了哈，就是一个平地而已哈。目前这段就是那个浮竹桥的工法哈，现在可以看到那个地上的薄坎哈。我们过了那个岱景分前所之后，就一路往上爬升了。不过它的坡度其实算蛮缓的哈，没有很陡上，那都是一般的山径而已哈。那沿途都有一些血藤花哈，那还有一些水晶兰啊。好，上来之后哈，这一颗就是建富山的图根点哦，1686公尺哦，那它前面还有一个山脚点哦。两颗相差不远啊。这边就是建富山的山等山脚点哈，那刚刚前面那一颗是土根点哈，那我们在这边大概休息了十几分钟哈，我们现在继续要往鱼油山的方向前进哈，那我们可能要先下切之后，然后再爬升。建富山下来这边就有一些薄坎哈。这边就是那个建富分前所哈，就在山脚点的下来的右边这边啊，那这个博坎就是分前所的遗迹啊。
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左边这方向下去哈。这边还有一些以前的旧酒瓶哈，不过都已经破掉了。分遣所这边的那个腹地还蛮大的哈。那我们从分遣所旁边这里继续往鱼儿山的方向走哈。开始要下切了。我们从山坡那边稍微下来哈，那右边这里有一个遗迹哈，那这边航迹是标这个叫五轮塔哈，那它这边有一些文字哈。刚下来之后接了这种废弃林道哈，那就一路开始往下走哈。目前持续下降哈，那我们已经穿过好几次那个林道了哈，那是持续山间往下走哈。那这个山间哈，就是有点绕过一些小山头哈，穿过一些林道哈。那我们现在下来之后又接林道，我们继续往右边走哈。嗯，基本上路条是蛮多的啦哈。目前都还在下降哈，下来接林道哈，又往右边走。爬到左边这个最高点哈，那个就是鱼油山哈。那我们可能还要切到等一下右边那边的安部哈，现在目前看起来还有一点距离啊。觉得它后面这边的路线有点复杂哈，因为我们会从那个山径跟林道中间一直在转换哈。那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要对航机哈，对路条哈，因为它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林道岔路哈。那你如果没有注意看的话，有时候可能就会走偏哈。好，我们从那个肩腹山那边哈，一路到五板分遣所哈。那这段就算是一路都是下坡哈，那中间就是有穿过很多小的山丘跟林道交叉，我是觉得路线有点复杂，所以我没有拍得很清楚。那我们现在到五板分遣所之后，我们从这边我们就要开始爬升哈，我们一路要爬到那个鱼油山那边哈，那可能大概要爬四五百公尺哈。那这边就是五板分遣所的遗址哈。那我们就开始爬升了哈。那我们刚刚是从左边这个方向来的哈，我们现在往右边这里开始上去哈。好，我们从右边的林道这里过来哈，那这条不要走，我们现在往山径这边开始要爬升了哈。好，我们山径上来哈，那这边又有接林道哈，那这个就是一段一段。我们现在继续往右上走哈，要对着路条走哈。嗯，上海这边也是林道哈，所以它这个就是一直在交错哈。
我们上下一个小山头哈，目前到这里有一个腹地了，再继续休息哈。好，我们在荒井分前所哈，我们在这边休息大概一个小时午餐哈，现在要继续往那个鱼游山的方向前进哈。右边这里有一个木炭窑哈，木炭窑哎，好，我现在左边有一个崩塌地形啊，好，我们顺着这边的路继续往上走。走里面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要过来继续往下走。目前都在那个崩壁的旁边哈，那左边我们可以看到出云山哈，就在这个方向哈。那这个崩塌地形还蛮大的。我们就是沿着那个崩壁的边缘哈，这边往上走。哦，这里，我这个没有还我。我觉得刚刚那边要走下面会比较安全一点哈。目前是那个崩壁旁的路径哈，那踩点找好再上啊，小心。好。从这边上啊，然后这个路径很脆弱哈，所以你如果站太旁边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哦。嗯，崩塌地这边展望很漂亮哈，不过还是要小心走。我们走了一段那个崩壁的边缘路径哈，那我们现在上来之后往右边走哈，那个路径就结束了。我们爬升了一段哈，那这里有一段浮珠桥哈。
再继续上来，这里还有以前的那种石梯哈。爬升上来，这里有一些玻璃瓶跟以前的那种艾子哈。那它这段就是那种石梯跟浮竹桥的遗迹哈。爬到1800多了哈，那我们现在再走一段就到鱼油山哈。那现在旁边就有一些博坎的遗迹哈，这个是警备道的路径了。好，登顶前这里还有一段那个浮竹桥哈。这段浮竹桥就蛮明显的哈，那你看这个高低差。最后这段都是浮竹桥的路径啊。旁边就是山坡。最后的爬升路段哈，我们上来了。右上方那边有往那个鱼油山跟木炭窑哈。左边这里是二川分前所哈，那我们岔路，我们要往右上。鱼油山是要往右上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往右上走哈。刚刚我们从这边来的哈，那我们上去之后就到三角点，然后往另外那个方向下去哈。这里一个木炭窑。边。你就到鱼油山哈。这边就是那个鱼油山的二等三角点哈。那鱼油山是1891哈。看右边还有一些建筑遗迹哈，那我们继续往右边这个方向哈，我们要下那个凤冈苗圃哈，我们今天要在那边过夜。离开鱼油山哈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下降哈。我们下来这一段哈，旁边都是杜鹃林哈，而且有些那个造型还蛮漂亮的。好，我们已经从山径下来了哈。那现在这个可能就是以前那一种林道哈。那继续往右边的林道走。
我们又下了一段山径哈。那我们现在接到这个水管的林道，我们现在往右边走哈。那前面这个水塔就是可以取水的地方哈。不晓得还有没有水，正常有水的话这边应该是会有流水出来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再往左边走，水塔这边哈，这边还是有溢流的水，所以应该水塔是有水才对的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这里往下走哈。下来这边就是苗圃了哈。我赶快继续往左下走。好，我们就到凤冈苗圃哈。那我们今天是在这边休息。好，我们就到达苗圃哈。那我们今天就会在这里休息哈。那我们今天大概走了9公里哈，那大概上升了1000，然后下降大概800，那大概走了7.5小时哈，我们就到凤冈苗圃。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就休息了，明天再继续往那个明海山跟真火山那边的行程。